挤给大家看。芋头流心术一切开，里头内馅立刻流出来，让艺人张文琪惊呼连连。出席仁安基金会中秋月饼义卖活动，张文琪化身美食主持人，直接吃给你看。它的那个地瓜的甜味，就慢慢的从你的这个唾液这样慢慢的散发出来，在你的口腔里面，就那酝酿到你的鼻腔沟。会不会太多了？谢谢。试吃地瓜烧，描述口感，表情动作夸张，连一旁师妹蔡家珍都直呼太夸张，果然是最佳推销员。张文琪第三度担任仁安基金会公益大使，号召民众认购中秋礼盒，帮助寒士皆有，还和旁边的观众玩起中秋拳。被主持人问到中秋节要怎么过，张文琪毫不避讳地说，很想赶快找个伴。他有没有还不错的想？反正就是想要约个会这样子。好啊，然后我帮你物色一下。对啊，就是问我中秋节想要干嘛？想要团圆啊！我想要团圆。他想要找到他的另外一半，跟他一起团圆。对，一起吃月饼。31岁的张文琪被妈妈逼婚，害他只好公开征友，个性大方，让现场笑料不断。除了自掏腰包下定礼盒要送给亲朋好友，也号召大家踊跃购买，让弱势朋友也能温馨过节。记者邱世明台北报道。